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你只要听我两句话，你肯这样做，正法，佛教的正法会急速的扩张，而且势不可挡，就像千军万马。你只要做两件工作就好。一，除了出家众在家众，你只要做两件工作就好。一，时时刻刻赞叹佛、赞叹法、赞叹僧、赞叹护法居士，佛教很快就会兴盛。诸位哦，从弥陀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我们为什么今天可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？因为东方有阿祖比佛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下方、上方六方佛都赞叹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能够有阿弥陀佛圣号可以念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六方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所以难道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比丘比丘尼，是佛陀的弟子，我们啊，还有荷担如来的家业，还有这赞叹机，还有这个居士，我们承认自己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的学生弟子？诸位，我们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不让正法重现，不让正法推广，难道基督教天主教会推广你佛陀的正法吗？你认为呢？那不可能呢、啊、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学啊佛经，赞叹佛，赞叹法，要赞叹神，好不好？第二点，要推广正法，不能只有嘴巴赞叹啊。诸位，行动比语言更有力呀、啊、对不对？你要行动啊，要行动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到新加坡，我现在不是吹嘘，我讲事实了哈。我到新加坡啊去演讲啊，去演讲。那么我很感谢慧雄法师的慈悲，他把新加坡所有的供养金总共加起来500万了、啊、哈，我带回了台湾，我没有放在自己口袋里面，我回来再交500万推广正法，我没有私心。哎，哪里需要我们寄到美国啊，寄到马来西亚，寄到新加坡啊，这个是让你了解一下我的作风呢啊，我的作风哈、啊。所以你只要推广正法啊，那如果说像我们最近在推广楞严经啊，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个经典呐 那么诸位啊，如果你能够印啊，能够推广正法 VCD DVD 啊，那么欢迎大家可以自己做主啊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啊，这个小和尚有这个愿力，那么如果假设说你生活不困难，道场生活也无虑，那么你就请支持我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啊。